嘿，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头做的鱼，木鱼啊，小铃铛。嘿，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小铃铛。好嘞，欢迎收看我们的幸运方块宣传。感谢小伙伴们的收看。咱们上期的话是看那个紫色的幸运方块开出来了几件非常非常非常变态的神器，有差不多将近一套的衣服，还有那个好大的一个骷髅头，对吧？对的呢。而且它的伤害好高呀，一下子伤害好高，而且那套衣服的防御简直就是变态的不要不要的。你拿那个骷髅头打我都不疼，我的天哪！对啊，包括咱们上期也是跟小伙伴们说了，就是这套装备将影响咱们的那个游戏平衡。那在上期视频就有很多小伙伴们也是给了很多建议，就是这套装备在这个箱子里面，这套装备它。他们是建议咱们暂时先不用，等到时候咱们再加一些变态的怪物模组加进来之后再说。这个可以用，这个可以用。喏，幸运剑。幸运剑，幸运剑，我身上有，我不要。哦，他们说这个幸运剑可以召唤僵尸哎。不对，是那一个，我上期用的是这一把，这一把才会召唤僵尸的这一把。我去给你。我在家里面，你跑出去干嘛？这个呀，我的天哪！对啊，那给你吧， 我有一把普通的。我身上有两把，给你一把就行了。然后咱们这期的话，谢谢那个在上期视频也有很多小伙伴们要求咱们开那个就是，什么颜色的？我看一下，什么颜色的？哦，这种颜色的。好多种。这种颜色，这个应该是叫做星空幸运方块吧？反正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咱们直接收集材料做吧。它需要那个精力加上黑曜石，普通的幸运方块的话，咱们在线下已经做出来了23个，咱们直接去挖那个黑曜石就行了。嗯，好的。这边有天然矿坑吗？黑曜石的话，咱们先做一个铁桶，打一桶水，直接去浇那个岩浆。嗯，箱子里好多铁。我捡点羊毛做两个床。怎么了？嗨，怎么了？小女你好。半人马，半人马，你要跟他打招呼，打招呼的话，你要打他一下。我不打他，他也不打我。真的，你要跟他打招呼的话，你就要打他一下。你当我傻是不是？我打他，他就打我呀。羊毛，我看一下附近哪里有岩浆。这个峡谷这里有是有，但是。就一块黑曜石的量。嗯，那我提醒你，可以往下挖呀。哎，这里有。咦，这里有，这个位置有。那我下去，然后你把等一下，我先搭桶水先。你怎么跑远呢？这边有萤石，我给它撸掉，以后可能会有用处。那就不好抠呀。那叫日后有用，好吧？嗯，对的，对的。好了，你可以下去了。啊啊啊啊！嗯，屁事没有，哈哈。好了，咱们先收集足够的幸运方块，不对，黑曜石吧。好的，我们回来了。我看一下，现有的材料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可以做23块吧。哇，我做了这么多精力了。嗯，精力。对啊，你身上还有那个。还有黑曜石吗？我这里不够。还有啊，还有给我，还有十几个，那12个，丢我身上啊，丢过去了。12个还不够哎，还不够吗？还不够，那我再去挖一点。还差7个，只做出来16个。嗯，我传送到那边去挖一点，那边有蛮多那个的，矿洞的。哎，这种精力应该是别的模组里面的精力。我看着好像颜色不太一样。鸡蛋都有一个。咦，我的稿子爆掉了，用钻石搞了。这边有个大矿洞。附近有那个吗？哦，对，我刚开幸运方块开出来一把粉色的剑，这把粉色的剑有那个生命恢复的。你可以送给我吗？我喜欢粉色。我不要，不，你拿东西来换。那我开的东西给你。而且他的那个攻击伤害好高，攻击伤害34点。
我喜欢那个粉色的，我去看一下，我提醒你，我刚好这边挖到了一点点幸运方块，不是挖到了一点那个黑曜石。那我身上，我手中这把。哎呦！啊、哎呦！我吸回来了我的黑钥匙。不够，才12块。哎，前面有个什么东西、啊？9个。这什么东西啊？墨银眼。一件，幸亏有一件路况，否则我手都得路费掉。看一下，21个还不够，9、9、4、9、3、4、6，需要36个，还要。你刚刚不是说只要7个就够了吗？我什么时候说只要7个就够了？我说只有7个。哦，好吧，那我再去找。哇，真的，一刀一个小朋友，这把武器真的好实用啊！我好喜欢呀，你就送给我了呗，墨鱼哥哥。我不，看你表现。墨鱼哥哥，你看我这么努力的去挖黑曜石，挖的手都快废掉了。等你挖到黑曜石了再说。看我多可怜！前面有个什么东西啊？这什么？这是个妹子，还有生命恢复的效果！我的天哪，这把武器也有点、啊、也有点小变态啊！生命恢复二的效果，那就不用了。没关系，反常也。这把武器没关系。闪长眼，等一下，我把你还差多少个幸运方块？不是，还差多少个黑曜石？我看一下，我把身上现有的都做一下，还差28个，8个是吧？对，我这边有9个，不对，有12个，还是12个？够了！你要是不装一件路况，我得撸到手都废掉，真的。唱片，我记得有个唱片。好。总共23个，这种蓝色，反正不知道什么颜色的幸运方块，来，这把粉红色的剑就奖励给你了。谢谢。不要说我不说说话不算话啊！你不是坐床吗？床呢？咱们先睡上一觉吧。我忘了，我马上坐。哎，来吧。你听到家里的声音吗？咱们找个地方来开吧，就这里吧。好的，我先坐2个床。不用坐床了，已经天亮了，好吧？好吧。TP我。好的，我 TP 你了。31个给你。11个幸运方块。不要靠我太近啊！你个瘟神。再见吧！好多怪呀、啊！不是你那开出来什么东西啊？我第一个开出的是钻石，我开出了一堆拿着附魔的那个木斧头啊、木镐子呀、木锄头的那个怪。走开！不要抢我的钻石。那我离你远一点。哎，萝卜，还有2个萝卜呀。好，下一个。我又开出那个好东西。你又开出什么东西了？人迹。哎，一个村民哎。哦，金定焕，哇，全是爆炸保护的，哎，这样全是爆炸保护的，你不知道 TP 我啊，笨的，哦，忘了，我 TP 你了，哎，这什么东西啊？哎，我刚开出来个什么东西啊？消失了。什么鬼东西啊！我这开出了一个什么东西，我的天哪，怎么不见了？哇！有个好东西，幽灵骑士。什么东西啊？你人呢？打死你！打！我在你后面。哎呦。Ghost。发生啥？什么？给你个好东西呢，刚刚开到的。什么东西啊？你在？这不是幸运方块吗？你看一下。哦、幸运值100的。对呀、啊。哎，什么东西又消失了？哇！这个东西，我的天哪！截肢杀手五，击退火狮力量，攻击伤害7。这，你看我手中的这把弓。好像很奇怪的样子，不是普通的弓啊！别打我！别！有话少你，大哥！弓跟剑结合为一体的东西啊！
再见。还能当武器用，一点爱都没有了。你知道我开出了啥吗？什么东西啊？瓦羊猫。你后面。我后面。你后面。这什么？这什么东西啊？我看一下。再把我炸你一下。我看一下。给你。什么玩意儿？刚喷出来一个什么东西啊？不知道，它好像没什么效果的样子。别打我！哇，我这个东西，力量二，抢冲击二，抢夺，这是抢夺姐，这是喷什么东西出去啊？哎呦，我不知道，你干嘛打我？好气哦，但是要保持微笑。哟，这里面是不是有个 boss？ 你看，里面有个房子。我的天！爬上去看。哦，我生成了一个房子，箱子里面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空的，就生成一个房间啊。但这房子好可爱呀，我们就住这吧。你住这吧。我不，我一定会害怕。还剩下五个幸运方块。我这边全开完了，我把那个又一个村民，我末地传送门换五个幸运方块。我的天，你这奸商吧！等一下。这个东西少了幸运值还能换吗？换不了了，后面还能换什么？哇，这什么东西啊？我们家有好多信标啊。这什么套装？又还可以用信标跟他换东西的，换那个、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箱子？这个箱子难不成是可以变成？你又看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哎，有负数值了。还有一块普通的幸运方块，攻击伤害才8点。骨头扭转，是啥？你为什么什么都？我的天，这什么？开一下。然后呢？我瞎了。哇，绿宝石块、铁块，哇，钻石块，哇哇哇哇哇，发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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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回一趟家。我的天哪！矿山，这是真的发财了，一个小矿山，小矿山，哇，他直接下这个绿宝石块跟钻石块还有金块雨啊。我先把东西放一下，然后我再回来。剩下最后两个，我好像获得一个头盔。哎，那头盔呢？头盔哪去了？见这什么头盔？哇，保护效果这么高的，我的天哪，还有夜视效果啊。我马上过来咯。最后一个，哎，小琳娜，发生什么了？你快过来。好的呢。这里有三只小孩手中拿着幸运方块，咱们打劫他吧。抢夺。打劫他！打劫他！打！可以轰了，快点，快接！哇，幸运八十的，我没捡到，后面还一个，这里后面我送，要不丢给你了。你看这个也是80的。哇，这什么东西？我的天，好像好大一把稿子。哦，又长又细又尖又硬的稿子。我想到了好污的东西，你再见。攻击伤害还是10点，效率耐久时运。时运哎，再来，这是什么？我有时运，有时运的话，等一下，你用这个时运稿子来撸这些东西，不行，撸快不行，要撸那个原来的矿物才行。你傻了？又发生了什么？哦，这么长，你给我给你，你看一下这个视角。哎呦，亡灵杀手三，劫持杀手三，击退二，抢夺三，还有一个不知道什么的效果。你不要老是拿我都做实验好不好？这个还有这个什么？哎，他刚掉出来什么东西啊？什么声音？什么都没发生啊。什么声音？为什么我听到传送门的声音？我什么都没发生啊。哎呦，怎么了？走开！幸运值100的，我接他。还有好多经验。
我给你个头盔，给你个头盔，给你个头盔。好的呢。这个头盔是钻石头盔。那这个这些矿物的话，咱们等线下的时候再挖掉了吧。咱们这期也差不多该结束了，收获到了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反正它是可以喷一个东西出去的，然后还有一把是弓是箭的武器，以及一把好长好细好长的大宝剑，还有一把这个好长好细好硬定海神针一样的稿子。好乌鸦，我听不懂。来吧，咱们结束这一期了吧。好的，好嘞，那亲爱的小伙伴们，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小伙伴收看，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